你是我现在唯一的支撑。如果连你的爱都没有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狄仁辉设好圈套，等你进去，让他们抓住你，又不能看出破绽，进一步取得他们的信任。现如今。 外面所有的人都想要蓝胭脂他们的信任，只有黄杰可以庇护他。这句话属杜东归乱。只是一些换洗的衣服，我想亲自交给你。 亲爱的胭脂小姐，你愿意归属哪一个部门呢？周主任，你愿意收留我吗？不甚容易。哎呀，这给你俩浪漫，不恋爱。 永远亲热不够哈，可说吧。来胭脂，你他妈差不多得了。都他妈说理的，打情骂俏，你换个地方。来胭脂，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。老爸，你把我给我杀了！我告诉你。 最压你的就是曼娜，她每天的兜里都有你的照片。你知道吗？老爸，要叫唤，先问问你主人，是不是会有人问你？这杯就算是我们的定亲酒。听说你跟韩嫣有过一段，我只不过是自作多情，被人利用了一场而已。 哎呀，我的乖乖呀！但是没放下呀。告诉我，这是真的。回答我。 谁的后果？在你耳边轻声说出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，不要对他说，眼里会害怕。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，别说你只喜欢他送你玫瑰花，因为这些。 蓝胭脂必须24小时在我的视线中。我不知道你从今往后你离我远一点。 独自去拥有曾经。